离这里还有300米，这里的视野很好。运粮车慢慢的开过来，师傅们准备干活了，停下了。 吊起来了，箱梁孔里面也有师傅，又慢慢的开过来了。目前一天最多可以干2孔。那好长的跨度，那不敢走偏。看他是怎么加梁的。 今天早上6点钟就开过来加粮了，9点日思回去的。现在是下午了，前面的支腿伸过来了，那前头的棍子要支出来哟。车子也在慢慢的走。 支腿在慢慢的往下放，撑好了，感觉它就像变形金刚一样，前面的轮子悬空了，升起来了，自由的转动，架桥机在整体移动。 除了前面的支腿，前面的车轮悬空了，它走得很慢。一体机是2:50到位的。 现在3:15了，箱梁也在慢慢的走过来，前面悬空的驾驶室。 暂停了。 又要下支腿了，把它垫好，支腿慢慢的放下来，粮在慢慢的往下放。 上支撑座上面的螺杆，上面的支腿伸起来了，来看的人很多啊，对面也有人，这里也有，紧固螺杆，下面的支腿移动出来一点了，这组支腿要先移过来，移到这个桥墩上来。 里面空间有限哈。
腿在轨道上滑动。走了将近一半了，桥墩要处理一下，师傅在上面。现在是3:34，师腿快要走到位了，师傅下来了。把千斤顶放下来，这里看得很清楚啊。调整直腿的位置，前直腿放下来，然后这组直腿再提上去，这边撑上了。师傅正在把孔里面的水吸出来。它是毛巾啊，把水拧出来。可以用海绵球的，感觉海绵要方便一些。把蹲台打毛，直腿撑好了。卸千斤顶了，把它敲出来，还要测量。这组直腿升起来了。箱梁正在提起来，弄好一个了，这边也在吸水了。师傅们看这个确实很辛苦啊，这个直腿又升起来了。现在4:00了，箱梁正在移过来，连架桥机一起移动的，还是只有这一组直腿没有动，架桥机的其余部分都在往前走。喂粮的速度还是挺快的。喂了7分钟了，过来一半多了，1/3。喂粮的实际速度，运架一体机，又称流动式架桥机。将近100米长，快要走到位了，走得很慢，羊要先落下来一点，只落一点，灌浆的模具又搭好了，架桥机又开始往前移动了，停下了，又开始走了。现在是上面的吊臂在移动，小范围移动。走到位后开始落梁了，落梁中，它的重量非常的沉了，架桥机就700来吨了，还有箱梁800吨，
放下来一半多了，这边的师傅也处理好了，暂停落梁了。吊臂这里可以滑动的，两边都可以小范围的滑动。看一下桥墩上的师傅是从哪里上桥面上的，这里有梯子，就在支腿上面。对面的师傅先要到向梁孔里面，这样走过来，还是从这里上去。现在又在落梁了，卷扬机的绞盘在转动，现在是放到一边，要把位置调平。对孔了，这台加油机落梁的速度挺快。慢慢的对，高度还差一点。这边的师傅准备灌浆了，精确调整位置。灌浆的水泥，师傅们要下去看。下面的空间很小，向梁的位置要检查确认好。支撑上千斤顶，梁放到千斤顶上了，准备拆吊臂的龙吧。拆下的垫板，垫板非常的沉，升吊臂了。一根螺杆的承重100吨，架桥机开始慢慢的退回来了。现在的时间是下午4:48，将近2个小时。运架一体机的加梁速度还是挺快的。支腿的上面是滚轮，加桥机就在滚轮上滑动。它应该是发电机，还在退。停下了，车轮正在放下来。感觉乱七八糟的，有的落地了，落地了，开始灌浆了，收支腿，然后转上来。整个动作非常的快，加桥机开走了，回质量厂。支腿还在伸，师傅看着的，这个不能碰。别紧，刚刚好。现在是5:07，2个小时多一点，刚好能过。空车回去轻松不少啊，发动机的声音都要小一些了。那边的浆灌完了，灌这边，加水了，放水泥了，要把它搅匀。架桥机的部件装齐了，这边也开始灌浆了。管子通过向梁的吊装孔，从那里灌下去了。架桥机又开走了，现在的时间是5:18，时间也不早了。
我也该回去了。我们下一次再见。